球员们奋力溜着滑轮前进，有的负责攻击，有的忙着防守。2023年总统杯全国滑轮溜冰锦标赛在屏东潮州的国际滑轮溜冰场热闹登场，来自全台各地的选手一起交流切磋技艺，感受具国际水准的优质场地。总统杯全国滑轮溜冰锦标赛，那在各个项目当中呢，滑轮溜冰的项目当中是唯一的一个团体的一个运动。那在这个呢场地呢非常的特别，因为呢它是我们南部第一个有这么棒的场地，而且是全亚洲第二座有抛物线的一个竞速跑道，结合呢曲棍球，所以它可以承办综合赛事。承办单位表示，这种特别的团体运动赛事最困难的是需要适合的相关场地来配合。屏东县政府争取在这南部首座、全亚洲第二座的国际赛场举办全国滑轮溜冰锦标赛，让选手们可以在场上尽情发挥。因为没有太阳，所以在溜起来的话比较轻松，会比较轻松一点。我学直排轮曲棍球4年多，我觉得场地很大，还有遮阳，比较容易发挥。所以这里的场地很大，让我更容易发挥技能。我们希望这样的场地准备来培训周边及全国的县市的选手呢，来作为培训。那在世界运动会、亚锦赛、世锦赛等赛会上能够争取佳绩。此次赛事共计有93支队伍，约有2000多人参与。屏县府期盼借着举办赛事交流球技，也能活络地方观光。未来将持续争取更多赛事外，也希望能作为选手的培训基地，让屏东优质场地能广泛被运用。原视新闻歌舍屏东潮州采访报道。